大家好，我是 The Crown 的 Carmen。咁喺度好多謝各位准新人同埋客户嘅支持啦。The Crown 其實做咗婚宴都係大概短短一年嘅時間左右，咁都得到大家嘅愛戴，所以都係衷心多謝大家嘅支持。The Crown 呢度咧，其實我哋開業嘅時間都唔長啦。咁由舊年開始，我哋都加設咗呢個婚宴嘅服務。咁其實The Crown 咧，比起一般嘅場地，我哋喺室內嘅裝修啊、裝潢方面咧，我哋係一個 Art Deco 嘅特色啦。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咁呢個我哋都覺得相對喺其他嘅場地，我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選擇嚟嘅，而且令到新人可能佢哋影相啊、招呼朋友都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咁同一時間，我哋比較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哋有户外嘅位置啦，包括有露台，亦都有天台。咁所以咧，其實咧，婚人無論喺室內室外咧，都可以影到唔少靚嘅相片啦。咁第二當然係我哋所有同事嘅服務啦。咁我哋都係以客人為本，盡量都會符合佢哋嘅要求啊。譬如佢哋可能對婚宴，因為始終都係一個一新人比較特別嘅日子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盡量配合，亦都希望佢哋有一個好 memorable 嘅 lifetime 嘅 experience 嘅。第三就是我們這個場地 The Crown 最特別的就是我們全場的音響的配套比起一般的酒店更加高的級數來的，所以新人想做到不同的效果啊，無論是招呼、Marching 還是其他的配套，我們都是比較特別的地方來的。The Crown 咧，我哋嚟緊咧都會一路再推出不同嘅婚宴啦，同埋證婚嘅服務嘅。因為都知道新人喺呢年幾兩年嘅期間啦，咁受到唔同嘅因素影響，咁所以我哋都會好貼心地，譬如佢哋真係有啲改動啦，我哋會盡量配合啦，包括日期啊同埋安排上。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推出一啲比較輕婚宴、證婚嘅 package 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留意。